金色的榻榻米铺在地上，所以被称为金顶子。此处的洞顶是厚约100米的石灰岩，上面是国家指定公园秋吉台。这来，你把一捆在。它都是由数万年前他们还在那里的做地下水的作用。不要吃完它这边走啊，真美美。请继续观察它的景点。风沙积温，它都不错。